OK， 咁最後有些少澄清啫，或者請我哋阿劉主席就翻即係最近有啲嘅傳媒嘅一啲嘅扭曲嘅報導或者抹黑嘅一啲嘅指責，我哋再個簡再一次簡單嘅澄清同埋聲明。係啦，即係有關前幾日啦，即係《蘋果日報》就講咗，即係傳呢個人民力量用銀彈咧就係召集所謂死士去追擊社民連咁樣啦，我哋已經即日咧即係報導當日出咗之後咧，就即日已經發出呢個嚴正聲明咧，係譴責呢個《蘋果日報》呢個報導嘅。咁就第一就係當然即係呢個即係用。這個所謂傳聞、完全是不實的事實 去做這些惡意的造謠是非常可恥，而且完全是埋沒了任何傳聞的道德和良知，這個我們嚴正譴責。